焦点视频明德堂的时间，在我身边有注册中医师张雷川医师在这里。大家好。啊、医师很开心，今集我们又继续去讲一些痛症的话题。啊、有几样东西我上一集我特别是入脑的。啊、你当中你提及过就是痛症，例如简单一点说、啊、可能我们这个脊椎呢，假设如果有一些问题，有一些痛症发生的时候呢，喂，不一定是只是找那个点的。是吧？喂，可能咧真係有唔同嘅原因咧，係導致嘅，可能要睇只腳添嘅。咁所以啊，我哋知道咧，阿醫師咧咁就喺唔同嘅講座咧都發表過一啲佢嘅睇法啦，咁樣。咁所以今集咧，我就想即係問一問阿醫師，喂，即係你特別咧喺痛症，你就係即係一位嘅專家啦。其實你點樣去有呢啲咁樣嘅睇法嘅咧？其實咧。講翻轉頭，我本身咧，爸爸都係中醫師嚟嘅，咁我就佢第二代，咁咧，我呢方面咧差唔多做咗已經38年啦，咁就頭嗰10年咧，其實我都係跟隨我爸爸以前俗稱嘅所謂嘅鐵打咁去做嘅，咁、哦、鐵打做咩咧？就真係你嚟到屈親只腳，咪同你捽下只腳咯。啊，跟住你頸痛啊，我嚟到咁樣捽下頸啊，啊按摩一下咯，再唔夠啊按埋膊頭啊呢啲，係你都會舒緩嘅嚇。咁、啊、但係發覺慢慢隨住你一路做，你會發覺咦點解有啲會搞得好，有啲你就醫唔好，有啲你又幫到佢，有啲你又幫唔到。嗯，哦，跟住冇辦法啦，咁你為咗要嚇揾、啊、到更多嘅答案。你就唯一方法就是不斷去進修咯。嗯。所以之後就報啲中醫學嘅夜校啊去讀啊。當年就喺中醫香港中醫師公會啊，佢哋夜校嘅，咁就去讀咯。嗯。咁讀咗2年，好啦，跟住又再報廈門大學，就報嗰啲骨科函授嘅課程，跟住最尾直情去廈門大學去。嗰啲骨科，當年去嗰度讀咧，讀嗰啲咩咧？嗰啲骨折嘅骨折斷骨，因為佢係全國，我嗰時喺漳州邊實習，佢全國排第3，即是話佢每日啊，基本上都有啲骨折嘅入嚟嘅，佢係全國排第3嘅，即係個骨折率啦。咁啊，人你要搏骨都有俾你搏。不過隨住而家時代嘅演變，以前我哋係可以。每個月都係接到2至3個嘅患者骨折啊！依家一年都接唔到1個。哦，即是話，如果你再喺呢方面啊，你幾叻搏骨都好，已經做唔到啦。因為點解咧？因為而家太方便，3條9，即刻就送咗去醫院。舉例，我踩單車撲親，我唔好理佢入邊有冇骨折，3條9好方便，直接送去醫院。所以咧，呢啲患者我哋已經冇再接到啦。咁如果你再喺呢個層面度嚇、去行醫，你好快可以真係可以過老還鄉啊！可以退休啊！真係係呢陣時變咗一種笑話咯嚇。咁、咧，所以咪變咗又要再增值啦。咁、咪再增值啦，就不斷再讀啦。就去廣州中醫學院再讀嗰啲咩咧？針灸啊、腦中風啊、腦癱啊、視神經萎縮啊，係不斷去讀咯。好啦，跟住再去上海啊！上海嗰時咧就喺復旦大學嗰邊讀嘅，跟住再去北京針灸骨傷學院就讀針灸啦。軟組織嘅損傷，咩叫軟組織咧？即係話我哋而家呢啲肌肉下邊嘅關節囊、肌肉、韌帶屬於軟組織嘅歸屬。嗯，嗰啲係損傷，咁點去治療咧？嚇，中醫係講根草嘛。咁誒，又去點樣將佢埋翻個位，咁去做治療？但係發覺又係有啲美中不足。雖然治癒率成功率又再提升啲，但係總有啲又係又有啲問題。好似啲骨歪咗，點解又褪唔翻？後屘咧又再學整隻啦。咁啊，整隻即係拍骨啦，俗稱。但係拍骨咧，拍到學完之後去學拍骨咧，就又。隔一段時間又總結咗啲問題出嚟，點解有啲拍得好，有啲拍唔好咧？好似
我記得上個月新聞報道咧就有講呢啲話題嘅，喺直情無線新聞佢係報出嚟嘅，嗰啲人俾人長時間去拍骨啦，不斷去拍拍拍，拍完之後咧嗰啲關節咧佢鬆咗，跟住引發炎症，仲疼痛、麻痹，仲差過之前，就因為佢啪啪啪拍完之後咧，其實我哋骨與骨之間咧有我睇唔到嘅，有肌肉同埋韌帶，你不斷去將個間隙去拉大。啲肌肉其實去做咩咧？就將我哋嘅骨頭將佢去帶動嘅。好啦，當佢鬆咗嘅時候，咪冇力咯。好，你冇力啦，你更加容易產生嘅就卡到嘅肌肉同神經。即係其實有時我哋理解嗰個問題係錯咗，其實有好多時候係個肌肉佢控制翻個骨頭嘅。係啊，所以跟住咪又要再轉型咯，又要再進修。好啦，最尾就係學嗰啲呼吸復位法。呼吸復位法咧，我而家沿用到依家嘅，就發覺佢嗱好簡單，大家可以望到呢條骨咧，嘅排列。佢一節搏一節，一節搏一節嘅。咁呢度可能大家未必會睇得咁清楚啦。好似好簡單，呢一節為例，佢係旋咗向呢邊嘅。嗱，我做少少唔同嘅啦。好似呢度兩個對唔到位嘅，其實係呢、這個佢突咗上嚟。咁所謂復位呼吸法咧，就將佢隻手，我哋用隻手將佢定點喺呢度。當然你係要好清晰知道呢嚿骨向左呢邊歪過嚟，或者向右呢邊歪過嚟，你係反方向放喺呢度，然後叫患者用呼吸吸氣、呼氣、吸氣，咁佢自動會復位嘅。呢種既安全又唔會有意外，亦都唔會有副作用。咁呢個咧係非常好有效，而且好穩陣嘅。復位法叫呼吸復位法，呢、這個專登走去北京之後，我呢十年咧就全部已經唔再需要用敷藥啦，亦都冇再一淘汰咗啦。因為藥物咧有時我哋身體每一個人唔係個個都可以接受到嘅，有啲人對於藥物某啲有過敏嘅反應嘅，所以我就亦都冇再做。係，咁呢十年之間咧就開始就用呢啲啦，呼吸復位法啦。例如有時針灸，可能針灸都幫到好多唔少痛症，但原來針灸都唔係最深層喎，係咪咧？唔係針灸咧，基本上咧咁樣講，我哋分咧有分針屬於針嘅淺層啊，或者淺中層，甚至乎落到骨頭上面嘅叫做骨面層，係咁樣分嘅。咁當然患者嚟嘅咧，所以我哋又要睇咯。一般嘅氣血，我哋嘅疼痛，即是話我哋嘅唔舒服嘅不適，佢都係叫胃氣層嘅。胃氣層咧，佢基本上咧就喺肌肉表皮嘅下邊啫，就未去到骨面上面嘅。咁但係當你日子有心有功，哇！我已經痛咗十年、廿年，都仲睇緊醫生嘅耐唔耐，仲要揾醫生睇嘅。咁嗰啲病咧，佢就未必喺頭先講嗰個嘅叫營胃層，即係唔係喺淺層啦。咁你要非要向入不可啦。咁當然，其實我哋講出嚟嘅只係我哋叫做大部分係咁啫。咁但係仲有好多引發佢疼痛嘅。嗱，咁我今日或者我舉多個例子俾大家聽啦。其中一個咧，嗱呢個就係屬於生理功能。係。嗱，我哋嘅胸椎佢有旋轉功能。咩叫旋轉功能咧？即是話啦，咁樣轉過嚟。向右轉，向左轉，能夠轉嚟轉去，叫旋轉功能。但係腰椎咧，佢冇呢啲功能嘅，腰椎係冇旋轉功能噶，佢只係有伸同屈，即係可以彎腰、伸直、後仰，佢有呢啲功能，但係冇旋轉功能嘅。好啦，當我哋舉例，兩隻腳行路，當你咬柴，咬柴，咁我哋就唔系两只脚行路咯，就系一只脚拐，一只脚唔用力，跟住一个掂一掂，呢只脚用晒重心，就变咗拐下拐下。呢个医学上叫咩咧？叫代偿，代偿，即是话揾佢顶上去。好啦，就系咁呢个名词就咁出嚟啦，叫代偿。好啦，当胸椎，大家去试下嘅，
旋轉，如果你呢啲角度唔夠啦，旋轉角度唔夠，好啦，出現咩問題呢？當你若果突然間事實嘅運動係唔可以唔做嘅，運動係百分百係對我哋嘅身體係好有益處嘅，因為有長時間運動同你一個唔冇運動而成日坐喺寫字樓嘅人係相對咩咧？你嗰個疼痛啊、酸痛啊，或者冤啊、攰啊，甚至情緒啊、身體機能咧，都係唔同嘅。呢啲係好多科學嘅引證得翻嚟嘅，所以運動係非做不可。即是話適體能鍛鍊，應該咁講。哦，好啦，當你控制呢啲旋轉功能消失，即是話佢轉得唔夠，我轉唔夠嘅話咧，好啦，當你跑步嗰陣時啦，就係呢個問題啦。當你跑步，你諗下。你是需要旋轉的，當你這個旋轉沒有了角度之後，好了，力學就落了腰椎，落了腰椎，剛才我說了，因為腰椎沒有旋轉功能，當你每跑一下，它就下面就在磨蝕，為什麼跑一天兩天沒事，跑一個星期之後，為什麼腰開始會酸痛，但你是自己不知道的，偏偏就是這樣，腰椎就做了代罪羔羊。如是者你再跑下去咧，條腰咧就不斷係咁成日痛，成日痛。好啦，當你痛嗰時候，你咪停下咯，唔跑咯，佢又冇嘢，佢炎症會退噶嘛自己。但係一跑又翻翻嚟，就係講緊呢個問題。咁即係其實每日即係可能做運動，即係擰下扭下咁樣都係好重要嘅喎。其實應該咁講，基本上咧可以咁講。但係當你某一啲嘅肌肉，佢直情唔喐嗰陣時咧，你就要激活佢啦。所以我哋作為醫者咧，唔係停留喺中醫嘅層面。你睇下我呢頭先我講呢十年，再讀嗰啲咩瑜伽啦、普拉提啦、普拉提，跟住運動醫學啦、嗰啲健身啦、洛亞蒂啊呢啲，佢係搞嗰啲健身解剖運動力學嘅。跟住總結出嚟。現在我們的治療的層面就比較不同了，即是說真的。再加上我上一集都說了，現在的腦原來都可以影響到整個脊椎、整個肌肉、整個的運動、呼吸一系列的，都會引起這麼多問題。所以你想想，同一樣，當然哪個醫生都很想在一天兩天解決你的問題，但是有些是真的很複雜，佢係需要時間去揣摩，去幫你揾，就變咗，有啲醫生可能睇佢十幾次之後，最終佢真係幫你揾到，而幫你解脱咗。咁可能我患者會覺得，哇，醫生咪得我症啊，做咩唔一早幫我用呢一招幫我解決佢咧？其實作為醫者咧，有時我都想同自己業界講聲，其實佢都係用緊好多唔同嘅方法幫你解決，希望快啲。登證嗰啲咧，我成日耐唔耐都聽到，但係我都反而同啲患者講，其實醫生唔係想氹你症，佢都冇好想好想一劑兩劑，邊個唔想做神醫？係係咪啊？一劑兩劑搞掂你，但係有啲嘢事實真係唔得。同埋你就算揾到一樣嘢係得，效果即時出嚟，但係因為你已經唔係今時一日兩日嘛，形成啊嘛，你已經係經年累月，所以佢肌肉、韌帶、關節囊佢都已經產生變化。你就不是一時三刻去改善它了，就是說這樣。剛才你提及到這個胸椎的問題，其實我想問一下，會不會是現今小朋友會比較多這些問題呢？小朋友這更多了，因為很多時候現在躺在那裡看啊，歪來歪斜啊，因為其實你說得最對這樣，現在因為我們隨著環境經濟的進步，好了，科學發達，家企個個都係一張梳化，翻到屋企嘅個個都好似攤屍咁嘅款嘅，就咁啦。哇！我哋以前咧就叫四平八穩坐喺度，坐得唔好都仲要俾個老豆，爬一爬嘅，咁你咪逼住你坐好啲咯。但係依家邊又係？你見十個小朋友都係十個啦咁啊，有啲係咁啊，哦，好似攤咗條蟲咁嘅款。因為作為老豆嘅我哋都未必坐得好，所以。呢啲一系列咁落去，咁你話佢條骨有幾正啊？係咪啊？佢嗰個承受力又有幾強咧？好啦，跟住運動量唔夠，跟住仲開始，我哋又為咗學小朋友，希望佢只有
贏在起跑線，就變咗啲口號之後咧，就不斷去追求係咩咧？讀書、小組、補課，一系列係咁去谷佢，偏偏運動就唔夠。但係講開運動，頭先我講啦，淨係你喺外國佢哋做啲研究啊，你只有每日起身做15分鐘嘅大氧運動咋，你嗰日所需要嘅體能、適體能、養分係可以好充足咁去供應嘅。相對比一般你冇去做運動而純粹坐喺度，跟住喺度睇書、瞓覺、食飯、讀書、休息，嗰啲相對比佢學業成績係更進嘅。所以呢啲係無可置疑嘅。咁但係偏偏我哋依家現代嘅生活規律係真係變化咗，咁所以冇辦法就點解形成咁多咁多種病。所以未來咧要探討或者可以去傾嗰啲話題咧，係可以好多好多好講嘅。咁我哋或者留翻以後大家或者咩問題，可以留翻喺呢個界面嗰度。咁我哋睇下點樣去同大家一齊去分享或者解答翻咯。係啊，咁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一啲嘅問題嘅話咧，就不歡迎咧，你哋可以喺呢個影片留言區咧嗰度留低嘅，又或者甚至乎咧就係、是、以為我想直接啲去請教啊醫師嘅話咧，咁其實都可以嘅。影片資訊欄咧其實會有明德堂嘅聯絡方法嘅，咁你哋可以直接咧聯絡明德堂，咁啊可以去即係詢問翻專業嘅意見啦咁樣。咁啊，如果你哋有任何問題或者有一啲話題咧，係都想啊醫師咧或者明德堂咧將來咧再多啲詳細去同大家講解嘅話咧，咁你哋可以喺影片留言區嗰度留低。咁之後咧，我會抽出嚟咧，就再同醫師咧夾一夾，睇下，喺一往後嘅集數嗰度咧，就再同大家討論咧，都係可以嘅，好嘛？咁啊，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多謝啊張雷川註冊中醫師，係嘛？咁啊，之後嘅時間咧，我哋又再睇下同明德堂咧講下一啲其他嘅健康啊、養生之類嘅話題啦。好，咁啊，拜拜。推广知识共享网络电视网课网购平台，立即进入焦点网 www.fmtv.hk 会员积分系统，推荐会员计划，多买多赚，全新系统至啱你心水。